9月30号到10月6号，到底生肖属猪、属老鼠、属牛，你的人际关系到底好不好呢？借由这个黑桃的 Q 告诉我们，贵人缘非常好，而且一呼百诺，左呼右应，靠人脉赚钱，有所期待，所以要多交朋友，多参加社交活动。